子不能掉下来哦。哎，哇，你肩膀快点。哎，不是啊，你要计时。哦，要啥？你不知道计时吗？啊，是吧？忘记了。不是没有，你根本没躺下去。对，粘住这里，对，再粘住。好，慢慢的。等一下，老师，这好像是附件。老师，等一下。我们是透过测验再来决定它是什么角色。所以他没有禁忌说这只能是女生或男生。没有。女生反而练得比男生好啊。哎呀，很多时候都是这样。哎，男生加油。不是，吴教练这句话仿佛要讲给我们听的啊。对，女生练得比男生好，通常会这样子。啊，不过吴教练，你敢没记得我依照节情吼？什么情吼？哎，无啥知。啊，你知道？正常借的刘德华，什么华？他刚不是黄灯辉，不是，伊是南港刘德华，我是正头借啊，正头借。但是正头借刘德华不代表他会舞啊，哦也是啊，对，哎被刁了，又被刁了，早就知道不讲了，等一下就知道，等一下就知道。那脚要开吗？还是这样子开嘛？哎，然后棍子不能掉下来哦。哎，哇，你肩膀快点。哎，不是啊，你要计时。哦，要啥？你不知道计时吗？啊，是吧？忘记了。哎，好了，好了，那我们开始，我们开始。男生是不是要一分钟？啊，说说的。不是，我有扁平足啦，你看。我的脚比较平，啊好，比较站不稳。那你脚再开一丁点，啊，你加油起来！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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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你要投吃步吗？加油！加油！十五而已，十五而已。脸红掉了。我顶！二十秒。脸红掉了。快快撑过去了！加油！敷衍的。没有，真的。三十秒了。脚超酸。四十秒就好了。40秒对吧？我这脚真是，我脚很硬，我脚很硬。脚走啊！好，到了。好，到了。没关系，男生硬一点好。筋呐。哇！再来就是练翻跟斗。OK。哎呦！不要叫太大声，感觉痛啊！这手是啊。单手翻。哎呀！哎呀！太好了，太好了！他有多一个角色可以选项，对，多一个角色可以选，吃鬼可以选的，对，吃鬼至少不会，吃鬼需要这样，至少不会说啊，全部都不行，只能去搬那个板凳，搬板子，至少不会。我是左手，你不要硬撑这样哦，你要谁先下去？这我他先下去，你看我他先下啊，自己再换单手下，好，小心。啊，对啊，就现在就差把脚踢起高，下一个阶段是要练翻吃、翻吃、滚吃啊，所以我们会先从基本来，通常会练侧翻。哎，他好像没练过滚啊，哎呀，对了，你没练过滚，你还要出来？对啊，来翻，因为很短，一下就到了。他没练过滚都过了，要试看看吗？可以。身体要压平，看看阿娇没有，牵到这太长了。不是没有，你根本没躺下去。对，粘住这里，对，再粘住。好，慢慢的。等一下，老师，这好像是附件。老师，等一下，我重来。你记得口诀：一蹲二坐，屁股坐下去，二坐，身体要向前压好。你脚要收到旁边，向前压。哎，对，压。你没有压，你只有躺，你要压。你要往前压，因为你这样。你现在已经跑到后面去了。对，这样滚过来。复健班的。对，老师刚才跑起来弄哎哦，人家脸要谁？有啊。欢迎，欢迎，加油！应该可以。一蹲，二坐，身体要压，你刚刚就是给他躺下去哦。他不会压到家呢，压在你的脚上。压往前退。厉害厉害！